到时候大家的国家的纾困主要是会放更多的贷款呢，还是延长那个？延长还款吧，然后估计稳定主经济一些。小声一点。都说小声一点呐、啊，爸爸妈妈说话。Hello, this is a song. Bye bye.Next song, well, this one. Bye bye.